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早上起来了，昨天晚上在这边等了一个晚上，本来是满怀期待的，就是要生的，结果现在早上起来，小猫说估计又没那种感觉了，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很舒服。估计今天不会生哈。等会儿就是我们，到医院里面顺便做一个 B 超，看看胎位，看看羊水，然后再，做个胎心监护。问问那个医生到底什么情况？我感觉小宝是在开玩笑给我。昨天折腾那么久，我还说他特意选个日子，选个3八妇女节，生下来，结果没有，然后也是折腾了好久嘛。那我们就我先去买个早餐，吃完早餐之后，我们再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一家人心事重重的，心事重重。然后婆婆早上就打电话过来问，有没有什么情况什么的，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。就在我们刚刚聊的时候，她又有那种，往下坠的感觉，就是可能是因为你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对，因为你昨天晚上是躺着嘛，你站久了，可能又有点那感觉了，可能是应该估计是要入盆了，至少是。反正我们待会儿就说可能要生了，然后看看怎么弄，他反正也给你做检查了嘛，他是不是要生了嘛？问一下是不是要生了？反正箭已经来了嘛，是吧？我先去买个早餐。买了一份小笼包，两份饺子，还有三个豆浆，一共22。吃早餐吧。豆浆，哇，这个豆浆都冷哦，还是？咱在这边玩玩具。买了这么多，今天要好好记一下它啦。是，你估计要生的，是不是要生的？你刚我刚不知又有道那种啊。感觉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情况说不定。然后我在群里面问，然后他们说也太早了吧，他们3月份的还没全部生完。太早了，再看一下吧。反正如果说没生的话，顺便做个检查嘛，放心一下嘛，是吧？好吃，再来个饺哎，到沙发上吃啊。不要掉，不要那个呀啊！有点点冷是吧？我到那天都没饺子呢，你不是想了吧？忘记叫他加辣椒了。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去检查一下，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先把口罩戴起来。两个星期了，提前2个星期了是吧？也不算长，也不不算算早早产产。去了有多重啊，孩子？5斤8呀。5斤8哦。这个它是入盆的那个反应吗？还是？就是有点去孕产期，就是说一些看检查嘛，就不是说一盆，主要是有可能一些早期的一些症嘛，些症就是说，近期要生吗？近期当然会啊，反正37周以后随时都有可能啊，第一个就是生的啊。好像往下钻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酸胀。那个时候哭起来就有点想，肯定吓死了。现在在里面做那个胎心，做完胎心，然后确定一下看现在有没有入盆，待会儿要做一个二维彩超。多少？120。68公斤，不是68公斤吧？70在这儿呢。对啊，不对，65公斤。六十四呢？64公斤，128。我们是最后一个检查的，现在这边6楼都没有一个人了，然后检查的结果出来了，但是还有一个检查结果要下午5点钟才有。这里要给医生去看吗？现在去是吧？是吧？你也可以等下午把那些单子全部拿到之后再一起看嘛。那么先去大连的试探。
先到医院呢，看看有没有带。行，我们先去看一下结果，看医生怎么说。主要是看他目前有没有入盆，入盆之后就随时都有可能会生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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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个饭了就好了。嗯，头在下面那就那就证明就是，入盆了吧。妈妈，妈妈就回来对吧？要五点，下午五点。下午五点啊。下午再来拿，来检查报告。对，现在先去吃饭。然后刚刚给医生看了一下，主要是那个什么，我们右肾有点，我们去大娘，有点点宽，宽了一厘米吧，右肾宽了。不是说一厘米，宽了一厘米，就是它有一厘米，不能再宽了。今天应该是不会生的，但是随时要准备，就是做好生的准备。如果说，再出生那种痛的比较严重的情况呢，就要到医院里面来开始住院了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现在就要去吃饭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反正这个没问题。现在做胎心监护。子涵，你看这里好多小宝宝。假的对吧？嗯。假的怎么看看？好了，我们现在把最后的步骤也检查完了。然后今天忙活了一天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六点钟了。检查的结果呢，就是其实虚惊一场，现在还没到生的时候。但是医生说呢，就是随时都有可能生。第二胎就是第一胎是顺产嘛，第二胎的话有可能就会比较快。那就没办法帮你加热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医生说呢，反正只要那个胎有那种什么十分钟就开始痛啊，痛的稍微比较厉害一点，就马上就到医院来了，因为随时都有可能生，是吧？嗯，他说现在也没有必要就是住院，因为现在。刚刚检查，宫口没有开。对，现在住院的话，有可能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都不一定会生。你知道我嫂子她过了预产期还十天，等了十天还没生。过了预产期。后来才打催产素生。催产针是吧？嗯。那我们就今天就先回去吧，好好安心养胎，然后等待宝宝的降临。再次发动，我们就不能拖了，马上就要过来了。嗯，因为昨天晚上就大家痛到后，就是有前面一段时间有那个宫缩的感觉，但是到了后半夜他就没什么动静了。我妈妈说是不是他也累了？嗯，然后他也睡着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拍到这里了。嗯，现在就要回去了。拜拜。回去喽。